莫乱呀，说什么去呀？我为啥子？哎呀，这样我忙活得准啊你啊！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！你不是比了谁说？你为还水好还还的你去？一切有可将呐、啊，无可将。听我用兵来。所以我需要众位兄弟帮助我落地府，注重英宗批定，以幸福的客人啊！坐殿。阿娘，你是西方雷音寺第三类莲花法门弟兄，在了天庭地海，相信规矩你也了解。人讲一句话，已经做西行做事，你且再说，明宗嘛是德宗，竟然来世代表天书吉英。所以你的意思，两处两文是犯天条大罪。不然，你何清神通地路？当初时你嘛看袂过情关，为着你老母落魄阿扁地界。即摆皇帝国家大事，你去掂掂啊！我唔招你啊！我出。看看，也是咱两个上好，好好落下，好好，好好。好，我跟你讲，你敢要对我去？卖。哎，啊哈！恭喜恁哈，大家十八罗汉，生东生死东死，这点犯劫下凡你去。啊哈啊！你帮我一人落地府，这点如果来死在遐，我无怨言。若无恁阿风声，若传你外口时，暂时到十八罗汉，你拢笑破裤底。真真真！起码只是坐在主家里混，那是十八罗汉水上路阿弥陀城，岂不是梵天界，更加是梵地藏王菩萨吗？阿哥，你是咱的兄弟，受华考验，下凡顶你去，受华劫难，今天回转你来，咱应该该共三家之长啊！是。